赶紧带个奇怪的道具，你看。哦，我有啊。你知道在哪边吗？知道，刚刚有去看。你是看什么巴哈文章？不是，这种东西当然是国外的啊。哦，干，好痛！这个是随机的啦，然后总共哦，这样地图总共五个，啊，有两个会在这边，哎，两个还是三个会在离岛。哦，这看得蛮大的哦，这里。哦，有，这个打架，这个打架。要换装。这边一个，这秘密宝箱。嗯，你要靠近那边才有。好，另外一个会出在这里，就这里，右边如果看到个，要跳过去。右边如果看到个，右边如果看到个，看到个小岛就有了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这边有箱子。先要从这边。啊？两个了吗？就这边洞窟内三个，然后离小岛那边两个。就是离岛那边两个，所以有一个是那个什么牌子哦，台子有两个，洞窟那三个。反正暂时结束了，就是这样。